特别找我来圆满阁，就是为了要让我喝这个汤啊？对啊，等我一下。暖吧，暖，是很暖啊，但是你很怪，又是热汤又是暖炉的，而且这个暖炉虽然颜色很可爱很时尚，但是好像不太适合你。不适合我没关系啊，适合你就好了。等一下你把这台带回家，它可以给你温暖，然后也会注意你的安全。如果你觉得冷的话呢，你就吹热风，那如果你热的话，我就吹冷的风，也有温的风哦。Wonderful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汤啊，开胃，然后可以帮助铁质吸收，然后呢，不会太油。因为这个汤，是因为这个暖炉啊。我怎么觉得好热啊？不够热吗？很热啊。哦，那要吹温的风。哦，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传一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美味满格哦。